烧话题要带您到高雄的大冈山，来看看这些不为人知的秘洞到底有多神奇呢？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座呢，就是清凉洞了。传说有三具被谋杀遇害的尸骨就被弃置在这里，而另外呢，大冈山上面呢还有三次的神山名，不止让山上列出了巨型山沟，也巧合的预告了台湾这片土地的未来。神秘天然的景观，带您一块来看看。